然后孔祥莹，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然后来 SNH48 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认识你。我是不是拿一辈子的好运都用来认识你了？我感觉，他在说什么？不是对视吗 ？OK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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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了，你就说 OK 了。真的？那你怎么还拍？好的。啊，要结个尾，要结个尾。你看，看到另外了吧？其实我们正常对视是这样的。也是，其实我这个人。啊，来了！哇哦！是东海寿比南山笑口带着荔枝，小四带着荔。喂，我今天没有网哎，你搞什么？剪刀手朵朵，我操，我现在手有点疼。剪刀手。哈哈哈哈哈哈！当天晚上，哈哈哈哈哈哈！这一天都不知道忍受他多少遍了，你知道吗？这智商真的是有问题的人，我跟他在一个组合，我有多累，你知道吗，观众朋友们？散步还没有乱过草怎将花雨无双大概你当天相当苦恼那是你前途曾教导你谈情这一套还未到三百天争吵如常地继续还未会怎算好但会紧紧拥抱同行了也会到终点不过前度感激我碰到伤口里有你的鼓舞如今已是擦身而过当天我们牵手路过布满青苔那路地方还没有拖过手他跟你沿路散步还没有恋过草总将花雨无双大概你当天相当苦恼那是你前途情教给你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发现他长得好像猴子然后就是他真的很像那种动物世界里面的小猴子就是眼珠那种黑色的地方又多然后脸又小又是两坨的那种然后就特别像猴子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爱上他从那天植了花与草去将心意赠送是我与当天相当苦恼那是我前途将上诉最后化解单数还未到三百天争吵如常地继续还未会怎算好但对方已满足不到同行了回到终点不过前度祝福我们在那天找到我以为是笑裂开了不能再笑了共有我有草怎将花雨护送大概你都